亲子的猪脚饭，小鱼的盐焗手撕鸡，我这是千里迢迢从广东给你带过来啊。现在已经到了这一个长沙南站了，我们要换乘一下到福州的，预计的话是下午6点钟到。心子、鼻子，你们的这两个东西啊，这历经了小1000公里。嘿嘿嘿，这是心子的猪脚饭，我不知道这么长时间它还有没有味道啊。朋友们，已经到福州了啊，安全到达。这个新子的猪脚饭啊，我刚才闻了闻，有些变味了。这里还有小鱼的手撕盐焗鸡，这个是真空包装的。现在已经是下午的6点钟了啊，怎么鱼辣子还没来？吴麻子、鱼麻子接到了啊，开视频做，录个小视频。你的手撕鸡我已经带回来了。哪里？在后面。带龙江猪脚饭，你这牛啊！我操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你给我吃！猪脚饭可能已经那啥了啊，疯了！我操！这是我特意从广东带回来的啊！你不得尝一口吗？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刘乱子，这是外卖吗？什么外卖？我打包的，是不是很感动？4-5年没有吃到这个手撕鸡啊！我操！哎，演技太浮夸了，不行，你这。你怎么说跟捏狗一样？哈我吃！哎呀！我给你打开，好吧？冷了，这个。它能不冷吗？这历经了小1000公里啊！哎，你闻一下，这味道还可以的。臭了，尝尝啊，尝尝，应该它有个那个汤啊，那个汤已经被我撒掉了。那这怎么吃啊？都结了都，没汤都不好吃啊。收了没？我干，你尝尝，这米是夹生的。啊！哎，不是这个味儿啊，不是这个味儿，兄弟们，不是这个味儿，这不行。这米饭真的是夹生的呀！那个外卖来忽悠我，我没点外卖，这真的是从那边带过来的。算你从那带。什么叫算我从那带过来的？我真的是从那带过来的。这个可以，感动不感动？感动感动，是不是很感动？十大感动中国。那怎么办？这不是你做的，是啊，是我做的呀。我看看啊。啊，对，我待会儿请你喝瓶饮料。这个咱们也回到福州了啊，给新子带的猪脚饭也带过来了啊，甭管它是不是那个好吃或者不好吃，对吧？咱带过来了，鱼子的手撕鸡我也带过来了，反正都带过来了啊。今天咱们这个任务就是圆满，哎呦，嘴瓢了。今天咱们这个任务呢，就是圆满的完成了，可以。哎呦，我操，这脸上怎么来个僵尸？哎，你这枪牛逼啊！这个枪欠马快啊，领的三十天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结束了啊！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为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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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是奔跑兄弟。我操，我脸上就来个僵尸。